有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最怕的就是下坡的时候有个车。这有疲劳驾驶啊！这玩意儿，从这边下来的。这边海拔5050，从这边下来的时候啊，它有一个路基下沉，这个地方紧急打轮，后面的后轮悬空了，就打了个翻就进来了。等了2个小时，来了一辆救援车辆，以为这个救援需要用吊车进行施救，没想到啊，这个救援车辆直接用绞盘。这能带得动吗？咱过去看一下吧。这个车要实行救援，难度相当大吧。这都已经侧翻成这样子了，没个吊车哪行啊？这个救援车辆4.5吨的，我得小心了，这个绳子要崩到的话，挪一下，看看这能施救吗？呵，打开打开，拉正了。钢丝绳要崩断的话，这是
思成要有个意外的话，这别人带车直接下去了。我还等人呢。哎呀，往左边的。对对，来大步。啊，在这儿，对对，在这儿，可以。太危险了！好好好，别跑了！这个天哪！好好好好，别跑了别跑了！上！旁边，旁边，旁边，别别别别！哎呀！好！上来了，救援的车辆远去了啊！还是要给出门在外自驾的朋友提个醒啊，一定不要疲劳驾驶，起因是因为疲劳驾驶。后面这边正好，东拿山垭口下斜坡这个地方有个路基下陷，然后他又紧急往左打轮就下去了。我觉得更致命了是啊，是他们这边的救援团队啊，可能也是因为，叫这个救援吊车需要等候的时间比较长，也比较慢。再加着啊，可能这个救援成本也比较高，保险公司反正都是跟他们连带一块定损了，都是一起的，用这样的以生命啊安全无保障的前提，这拿生命啊真的是用生命在救援，相当相当的危险。用生命作为冒险的这种施救方式，我觉得还是相当不可行的啊，希望他们以后可以提高户外的这种救援质量吧。我是老弟，咱下期视频再见吧啊，拜拜。